当地时间5月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亚拉巴马州特洛伊市武器生产工厂时，就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发表讲话。拜登指出，美国正在与盟友及合作伙伴一道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包括支援武器等。拜登表示，自俄乌局势发展以来，仅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据报道，拜登在讲话中敦促国会批准他上周向国会提交的330亿美元资金请求，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他还敦促国会通过立法来帮助半导体产业，促进芯片生产。拜登称，他在访问中了解到，每一枚标枪导弹都需要200多个半导体，而因为全球疫情的原因，半导体的供应一直非常紧张。他还说，促进美国半导体生产不仅是重建国内制造业和降低商品成本的关键一步，而且对国家安全也至关重要。